棒！啦啦啦啦啦啦 ！Subscribe！ 啊，睡得真舒服。嗨，朋友们，昨天是万圣节，我和家人们一起去药堂。看，我有好多各种颜色的糖果和巧克力，嘿嘿，我要把这些留着，今天慢慢吃。哦，我的天！你们吓到我了。万圣节已经过了，是昨天，快点停下来。啊，妈妈，爸爸，你们在干嘛呀？我的家人们真的变成僵尸了，我现在需要帮助。胖胖虎，帮帮我，我的家人们变成僵尸了。啊，我听说僵尸病毒正在整个海域蔓延，我有四颗药丸，我马上寄给你，我会尽快给你寄更多的，注意安全哟。好的，谢谢胖胖虎。这是碰碰虎寄来的药丸，我需要把这个给我的家人吃，这样才能恢复正常。朋友们，你们能帮助我吗？哦，妈妈，我好害怕。妈妈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卧室了，我决定要在这里找找她。你有没有见过鳝鱼妈妈粉色尾巴？鳝鱼妈妈，你有没有见过鳝鱼妈妈粉色尾巴？鳝鱼妈妈，啊，粉色的尾巴，会不会是妈妈？啊！不要碰我！啊！现在连美人鱼都变成僵尸了，我们再继续找找看妈妈。啊！这里也有一条粉色尾巴，妈妈。啊，妈妈，抓紧时间，快快把这颗药丸吃了。鲨鱼宝宝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因为僵尸病毒，我们全家都变成了僵尸。多亏刚才的药丸，你才恢复正常。哦，谢谢鲨鱼宝宝，我们去拯救其他的家族成员吧。哦，鲨鱼宝宝，我去检查一下洗手间。啊，如果你发现其他家庭成员，记得呼叫我。好的，妈妈。爸爸可能去哪儿了呢？爸爸。啊，朋友们，我觉得鲨鱼爸爸一定在这附近，我们一起找找吧。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爸爸蓝色尾巴？鲨鱼爸爸，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爸爸蓝色尾巴？鲨鱼爸爸。鲨鱼爸爸，你在吗？好饿，好饿。吃这个吧。吓坏我了，但鲨鱼爸爸在哪里？我发现他了，是鲨鱼爸爸吧？不，鲨鱼宝宝快退后。鲨鱼宝宝把药拿来。亲爱的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哦，是我做梦了吗？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我们全家都被僵尸病毒传染了，鲨鱼宝宝用一些药救了我们。我的天，太谢谢你了，鲨鱼宝宝。这还要感谢碰碰虎给我的药，但现在我还要帮助带回其他海洋朋友们。
啊！我好像听到有人要出去了。我觉得是鲨鱼奶奶和鲨鱼爷爷，赶紧，我们跟着他们。奶奶，爷爷。哦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啊，是奶奶。奶奶藏在南瓜后面。朋友们，快来帮帮我们！如果看到鲨鱼奶奶，记得告诉我们。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奶奶橙色尾巴？鲨鱼奶奶，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奶奶橙色尾巴？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，你在吗？哦，我觉得她不在这里，会不会是在这里呢？也不在这里呢，那她会在哪里？鲨鱼宝宝，把药拿来。我的头！鲨鱼奶奶，你还好吗？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们全家都感染了僵尸病毒，是鲨鱼宝宝救了我们。哦，亲爱的，谢谢鲨鱼宝宝。鲨鱼爷爷去哪儿了？是鲨鱼爷爷的声音，我们去看看。鲨鱼奶奶，你待在这儿吧。不，我会找到鲨鱼爷爷的。鲨鱼宝宝，跟我走。好的，奶奶。鲨鱼宝宝，我们找到鲨鱼爷爷，然后把它变回来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找。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爷爷绿色尾巴？鲨鱼爷爷，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爷爷绿色尾巴？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，你在吗？哼，你竟敢敲我的门！哦，那是老霍克船长，还是那么的野蛮。哦。我觉得那个是鲨鱼爷爷。哦，哪里？在这里？是鲨鱼爷爷，抓紧时间，鲨鱼宝宝，快把药扔过来。好的。不好，我把药扔得太远了。鲨鱼宝宝，妈妈，爸爸，我该怎么办？那颗药丸不见了。哦不，我觉得我们得先让鲨鱼爷爷冷静下来。抓紧时间，鲨鱼爷爷，是我们鲨鱼家族。哦，我的爷爷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哦，对了，我有主意了。鲨鱼爷爷，快吃下这个。爷爷，鲨鱼爷爷，为什么你不认识我们了？啊，对不起，大家都还好吗？是的，我们都很好。而且碰碰狐发现了大量的药丸。我尽快找到了药丸，来帮助海洋里的朋友们。太感谢你了，碰碰狐，我们可以去帮助海洋里的动物朋友们了吗？这听上去太棒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数到三。一二三，大家都变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大家安全变回来，真开心。大家都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大家都赶紧回家休息，吃点好吃的吧。听上去好棒！朋友们，你们今天好辛苦，我们一起进去休息一下吧。
我要打扮成一只僵尸鲨鱼。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朋友们吧。嗨，鲨鱼宝宝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可以帮我照顾一下宝宝鲨吗？我要去隔壁镇子处理一点紧急的事情。嗨，鲨鱼博士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吧，路上小心哦。你好啊，宝宝鲨，你比我还要小呢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哦，不要哭了。哦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啊哈，我给你唱一首捉迷藏的歌吧。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嘿嘿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嘿嘿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哇，宝宝鲨不哭了。宝宝鲨，我们现在一起去散步吧。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吸血鬼。哦，宝宝鲨一定吓坏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了，吸血鬼，你能给宝宝鲨唱一首捉迷藏的歌吗？可怕的吸血鬼，你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宝宝鲨，你一定是饿了，我来给你调点奶粉。让我来给宝宝鲨调点奶粉。原来宝宝鲨是饿了，谢谢你，吸血鬼。我们现在去别的地方吧。我非常喜欢恐怖的万圣节。宝宝鲨，女巫，你能给宝宝鲨唱一首捉迷藏的歌吗？个个笑的女巫，你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哦，在这里。好臭啊，我想你需要换尿布了，宝宝鲨。先把用过的尿片扔到垃圾桶里，然后把新的尿片折叠起来给宝宝鲨穿上。谢谢你，女巫，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走吧，宝宝鲨。我们是僵尸鲨鱼一家，怎么样，吓人吧？一个婴儿。哦，鲨鱼博士让我帮忙照看一会儿宝宝鲨。别哭了，宝宝鲨，我们来给你唱一首捉迷藏的歌。僵尸鲨鱼，僵尸鲨鱼，你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。Thank you.
真可爱。嗨，你们好，谢谢大家对宝宝鲨的照顾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拜拜，下次见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哦，去订阅碰碰狐。